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募兵志。我是募兵爸爸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录一个特辑，就是我们的木庄两岁生日了，耶！那我们今天会帮木庄来录一个他的庆生会特辑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去准备布置吧，拜拜。叮叮叮准备了三个礼物，有两个是要给木真的，有一个是要给品冰的，因为品冰最近表现得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猜礼物吧。好，那先猜谁的？先弟弟的。先猜弟弟的。好，那你帮弟弟猜。弟弟一起猜喽。这是你的礼物哦。哇！是什么礼物？火车。火车。来，给妈妈看一下。火车？什么小火车？这是面包超人的小火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好，它需要组装吗？需要组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先拆另外一个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晚一点再来组装。弟弟的。好，也是在弟弟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弟弟。弟弟。这是你的礼物。哇。哇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妈妈会准备什么呢？好期待。哇。是面包超人的面包，面包食玩吗？不是，不是做面包的吗？还是什么？面包超人面包店的哦，面包店，对，跟姐姐一样的，姐姐有一个开店的，店嗯，对，它很小的，不是大。哇，这是细菌人是不是？细菌人，给妈妈看一下，妈妈要近一点才能看得到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面包超人车细菌人。咖喱饭啊，哦，好哇，
今天就是面包超人系列的，对不对？啊。那我们等一下把它排在这里，好吧？等一下再排。那这个是你是说这是开面包店的，是不是？面包，对。啊，面包。你拿着拆吧。好，那剩下的。开我的。姐姐的。尹斌，你的是什么呢？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妈妈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哇！知道哦，有锅子，有煎烤盘，有锅炉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蒸席，对不对？啊？蒸席就是铲子，炒菜用的铲子。嗯，哇，好棒哦！耶！好啊，谢谢妈妈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妈妈。不客气。棒哦。那你要现在猜吗？这是开店的。哇！好，给妈妈看一下。哇，跟我一样的。面包，对，太多了，哇，好棒，都是面包超人系列的，太棒了。好棒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玩，我们先来吃蛋糕了，好吗？好，好。好是哦，妹妹你觉得好吃吗？妈妈你觉得好吃吗？嗯，超级好吃的。嗯，那今天弟弟生日，我们祝弟弟生日快乐，智慧满满。妹妹你想要祝弟弟什么？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好，好吗？那你呢？我要祝弟弟平安健康快乐长大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。拜拜，弟弟拜拜，拜拜。